是不是看腻了那些爱讲客套话的明星啊？没关系，我们新闻在线帮大家找到了一位爱讲大实话的明星，那就是来自韩国的金俊秀。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这次我们在韩国首尔见到金俊秀，他正在和团队进行演唱会彩排。六十人的交响乐队足见金俊秀对音乐的认真。그래서제가작곡한댄스음악이든발라드음악도이렇게들어오시면되게오케스트라나이런스트림현악기의의존도가되게큰편인데近几年，我们更多的会在一些音乐剧的演出上见到金俊秀。据不完全统计，金俊秀已经完成227场音乐剧的演出。金俊秀是韩国男子团体 JYJ 的一员，如今另外两位成员朴有天、金在中都在服兵役，但距离怎么可能隔断三人多年的友情？물론자주까지는아니지만뭐전화정도는가끔오면은전화받고안부물어보고出道多年，金俊秀在中国也累积了超高人气。在感恩中国粉丝喜爱的同时，对于大家的一些评价，金俊秀可是有点意见哦。중국에계신팬들중에이제김준씨를준수씨를이제아이같고천사같은아이콘으로생각하고계시는데그속으신거예요팬들에게속으신겁니다뭐아니물론감사해요너무감사드리지만那就请金俊秀新的一年多多推出新作品，让大家看到更棒的你。新闻在线，韩国首尔独家采访报道。